他行医十九载，出诊里程超过40万公里，一天要跑黄河边上的20多个村，要骑100多里路了。他背烂了12个行医包，服务了近5000人，翻沟爬坡走小路，24小时上门服务。是什么让他坚守十几年不计回报服务桑梓？我觉得我活下黄河边这么多老百姓，我感觉到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的。美好时代本周3晚9:10播出。